前方700米，朝 S105 和金沽线方向驶出28号出口，请走最右侧车道。朝 S105 和金沽线方向驶出28号出口，然后150米靠右行驶。前方150米，靠右，朝天津外环方向行驶。前往这条路线。前往这条路线，前方300米，右转。前方3.5公里，靠右，朝于家堡开发区方向行驶。前方道路有多个监控拍照。前方道路有多个违章拍照。
前方一公里，靠右，朝于家堡开发区方向行驶。前方路口，靠右行驶，请走最右侧车道。前方2.4公里，靠左沿中央大道海河隧道继续行驶。前方路口直行，请走左侧三车道。前方400米，进入中央大道海河隧道，注意隧道内有分岔，请靠左行驶。前方有连续违章拍照。进入中央大道海河隧道，注意在隧道内的分岔，靠左沿中央大道海河隧道继续行驶。
前方 1.2 公里，右转进入紫云环道。前方道路有多个违章和监控拍照。前方1公里，右转进入紫云环道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请走中间四车道。前方有限速拍照，限速60。改道新泰路，可节省5分钟。前方1.6公里，在南海路掉头。前方有违章拍照。保持直行，请走右侧第234车道。前方路口直行，请走左侧四车道。前方1公里，在南海路掉头。前方红绿灯路口掉头，请走最左侧车道。前方有违章拍照。
在南海路掉头，然后90米靠右行驶进入辅路。前方道路有多个违章拍照，靠右行驶进入辅路。前方350米，红绿灯路口右转进入新港四号路，前方有违章拍照。右转进入新港四号路。前方1.2公里，靠左沿主路继续行驶。前方有违章拍照。前方路口，靠左沿主路继续行驶。靠左沿主路继续行驶。前方4.4公里，靠左沿金塘公路继续行驶。前方有监控拍照。
前方一公里，靠左沿金塘公路继续行驶。前方道路有多个监控拍照。前方路口，靠左沿金塘公路继续行驶。靠左沿金塘公路继续行驶。前方1.6公里，进入滨海收费站，注意减速。进入滨海收费站，保持在 S3 京滨高速上行驶23公里，前方有连续监控拍照。
前方有违章拍照。前方进入区间测速路段，全程13公里，限速120。前方有违章拍照。前方有监控拍照。前方有监控拍照。保持在 S3 京滨高速上，行驶13公里。前方有监控拍照。前方有违章拍照。
前方道路有多个违章拍照。前方有监控拍照。前方有监控拍照。前方有监控拍照。前方驶出区间测速路段，限速120。前方道路有多个监控拍照。前方2公里，进入收费站。
前方13公里，在新泰路掉头。前方有监控拍照。前方有监控拍照。前方有监控拍照。前方有限速拍照，限速60，请注意车速。前方有违章和监控拍照。前方路口直行，请走左侧4车道。前方有应急车道和限速拍照，限速60，请注意车速。前方有限速拍照，限速60，请注意车速。前方有监控和违章拍照。
前方有违章和监控拍照。前方有监控拍照。前方有违章拍照。前方有监控拍照。前方路口直行，请走左侧四车道。前方路口直行，请走左侧三车道。前方路口直行，请走左侧三车道，注意有监控拍照。前方路口直行，请走左侧三车道。前方有监控拍照。前方一公里，在新泰路掉头。前方有限速拍照，限速60。
前方路口，掉头，请走最左侧车道，前方有违章拍照。在新泰路掉头，前方450米，靠右行驶，进入辅路，请走最右侧车道。靠右行驶进入辅路，然后200米右转。右转，朝新开路方向进入华捷道。前方500米，第二个红绿灯路口，右转，朝金狮桥方向进入新开路。直行，通过第一个红绿灯路口。前方红绿灯路口，右转，请走右侧车道。右转，朝金狮桥方向进入新开路。前方700米，第二个红绿灯路口，左转，朝大沽桥方向进入华龙道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请走右侧三车道。直行，通过第一个红绿灯路口。前方有违章拍照。前方红绿灯路口，左转，请走左侧两车道。左转，朝大沽桥方向进入华龙道。前方600米，第二个红绿灯路口，朝曲阜道和大沽北路方向继续向前直行。通过第一个红绿灯路口，前方三岔路口，继续直行，进入中间岔路，请走中间三车道。
前方道路有多个违章拍照。继续直行，进入中间岔路，然后250米进入隧道。前方1.3公里，靠右行驶。进入五经路隧道。前方红绿灯路口，靠右行驶。靠右行驶，然后90米右转。右转，然后15米右转。前方350米，第二个红绿灯路口，掉头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请走左侧三车道，注意有违章拍照。直行
通过第一个红绿灯路口，然后100米掉头。前方1.1公里，右转，朝胜利路方向进入北安桥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请走右侧两车道。前方400米，第二个红绿灯路口，右转，朝胜利路方向进入北安桥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请走左侧两车道。直行，通过第一个红绿灯路口。前方红绿灯路口，右转，请走最右侧车道。右转，朝胜利路方向进入北安桥。前方250米，右转进入博爱道，请走右侧两车道。右转进入博爱道。
前方道路有多个违章拍照，直行，通过第一个红绿灯路口。开始规划前往五大道文化旅游区地下停车场的路线。前方450米，靠右行驶并线进入海河东路辅路。前方300米，第二个红绿灯路口，靠右行驶。直行，通过第一个红绿灯路口。前方红绿灯路口，靠右行驶，进入辅路，请优先选择最右侧车道。靠右行驶，进入辅路，然后200米，靠左行驶。前方150米，靠左沿海河东路辅路继续行驶。靠左沿海河东路辅路继续行驶，然后100米进入环岛。进入环岛，然后100米，驶出环岛第二个出口。驶过第一出口。驶出环岛，然后150米，左转。前方有违章拍照，
左转，进入张自忠路，然后150米，进入隧道。前方900米，靠右行驶进入台儿庄路。前方路口直行，请走左侧两车道。由于危险路况，前方即将出现拥堵。前方道路有多个违章拍照。前方红绿灯路口，靠右行驶进入台儿庄路。靠右行驶进入台儿庄路。前方1.1公里，靠左沿台儿庄路继续行驶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请走左侧两车道。前方300米，第二个红绿灯路口，靠左行驶。直行，通过第一个红绿灯路口，然后150米，靠左行驶。靠左沿台儿庄路继续行驶。前方300米，右转，朝解放北路方向进入开封道，请走最右侧车道。右转，朝解放北路方向进入开封道。前方300米，第二个红绿灯路口，左转进入大沽北路。前方道路有多个违章拍照。直行，通过第一个红绿灯路口，然后100米，左转。
左转进入大沽北路，然后100米右转。右转进入徐州道。前方500米，右转，朝新华。前方1公里，靠右野马场道继续行驶。前方有监控拍照。前方有违章拍照，直行，通过第一个红绿灯路口，然后90米，左转。左转，朝河北路方向进入大沥道。
前方450米，通过红绿灯路口后右转。直行，通过红绿灯路口，然后150米右转。转，然后3米，到达你的目的地。已到达五大道文化旅游区地下停车场。
对